尽送我痛，长叹空啊醉，一盏那佛，沙滩浮灰是我命，因果衡量过一天，高堂老母难得见，怎不叫人泪涟本宫四郎隐晦，赴会继业，大宋微臣，人臣金刀领功，我母佘氏太君所生我的兄妻难，只因沙滩赴会，只杀得我杨家四国王逃，本宫被擒，改名穆威，蒙太后不斩，反将公之匹配于我，实才萧凡报我道，萧天佐在九龙而飞虎语，摆下天门大阵，宋王御驾亲征，我母驾压两个草，我有心会送银见母一面，怎奈关口阻拦，难以飞渡，思想起来好不伤感，人也
相会，一场血战，只打得谢成和师姑对山，只打得杨家将东逃西散，只打得东儿郎滚下马鞍，我被擒盖民心身那破此难，困三帮召我驸马一十五年，笑天作拜天门两国会战，我的娘引人马来到破番，我有心我迎去天那母一面，怎奈我身在番远隔天边，思老母思得儿把肝肠痛断，想老娘背地里只泪不干，眼睁睁母子们啊。
了，请那座。驸马请坐。请驸马一案。哪里有？我说驸马爷，自从你来到我国，一时无载，朝欢暮乐，未曾有一日的忧思。我瞧您这两天总是那么愁眉不展的，莫非你有什么心事吗？本宫无有心事，公子不要我多疑。你说你没有心事，瞧你的眼泪呀还没擦干呢。这个先擦可来不及了。本宫心事却有，满舍是公知，就是待落神仙也难以擦约住。慢说你的心事，就是我母后的国家大事，咱家不猜便罢。若猜呢？要猜呀，也能猜个八九。好，今日闲暇无事，就请公知猜上一而猜。是啊，闲着呢，可也是闲着。那么我就猜猜。丫头，有大座相亲。
了。哟，怎么会猜错了呢？向太后乃一国之职，满身无有怠慢，总有怠慢，焉敢怎样啊？是啊，想我母后乃是一国之主，难说没有怠慢。纵然怠慢，你还能把他老人家怎么样呢？招啊！哦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哦哦，是了。哦哦，失了。
向你母父亲赔货一事无灾，况且又身下一子，还将什么保安琵琶临相别谈？你说此话岂不亏上、本宫的了？哟，我刚说了一句不要紧的话，你怎么又哭了？这不对，我再另猜呀。猜不着，不用猜了。这倒难了。却被公侄猜着，不
能与本宫作质，也是啊茫然。嗨，你说出来，大小替你拿个主意，可也就是了。哎，公之啊，我在南来你在番，千里的姻缘已现前，公之对天命是缘分，公方而肯露真言。起誓啊，真是巧嘞，我呀就是不会起誓啊。番榜女子连誓都不会命，那像你们呢，竟拿着起誓当白玩儿呢。待本宫教导于你。对了，你交给我吧。鬼在尘埃，口称黄片在上，番榜女子在下，驸马爷对我说了真情实话，我若走漏消息半点，日后是怎长怎短。哦，就这个呀，我会了，你听着啊。苍天在上，番榜女子在下，驸马爷对我说了真情实话，我若走漏消息半点，到后来这天把我怎样长，这地又把我怎样短。哎，我说驸马爷，到底是怎么长啊怎么短呢、啊要你终身对天一表啊。你得了吧，你当我真不会起誓呢。阿哥您呢抱着带撒下起誓啊。
身上打搅啊。你说你的，还拦得住我儿子他撒尿吗？哎，公子，说好了吧。家园呐，
之琴上受我一拜。一支箭带的是什么呢？东枝啊。
能量。金蛇一身咬林间，翻身下了马吊鞍，用手取持金披肩，把关宁儿郎仔细观。哦，果然是太后寻的披肩，翻身转世情夺手关口，我偷闲呐，不敢偷闲呐，人呐难瞒乔王太爷放马来，太后的金披肩，绣房踏过关，我看此人好面善，好像是母仪他过了关，反而爷爷关门了爷，请把手掩门关呐、啊！
父帅将领巡营了哨的军师们平安压令，
乔装改扮和野心，燕王董引登光阴，到庭天机司马林，催马且把宋银金，闯进了宋阿银见娘儿亲。
原是范邦的包进林间宗包提领斩，吩咐宫上先刀持鞘击鼓声得长遵命。下面听者，父帅有令，宫上先刀持鞘击鼓声
参见福伯帅。罢了，见过你四伯父。参见四伯父。罢了，贤弟，这是何人？知难总报。哦，哎呀，且想家有了后代，谢天谢爷的，当谢天地，是个亲族。有啊，族。食无灾，怎样讨吃糊口？哎，一言难尽呐！我和你沙滩回了
见母亲。罢了，儿啊，也尽精神而紧张活事。恭喜母亲，贺喜母亲。为娘喜从何来？我四哥回来了。哪个四哥？失落番榜一时无在的烟灰四哥回来了。现在哪里？快快还他进来。大四哥母亲欢迎随我进来。
Oh.
又要回去，而岂不知天地为大，这忠孝无当先。哎呀，母亲呐，孩儿岂不知天地为大，忠孝当先，而若不回去，那公职难免一人刀。哎，之苦。吃归归
二弟命啊！
心，吓得本宫吃一惊，连忙后宫难得Bye.
坏了，没接过眼儿了、哎、下不来台了。哎呀，国舅您请过来吧。什么事儿您呢？您瞧这小姑母俩哭得多可怜啊。是啊，这么着啊，咱们进去讲个人情，您看怎么样？哎呀，恐怕今儿这个人情他讲不下来吧。您怎么不明白啊？老太后喜欢的就是咱们这样的。哦，老太后喜欢咱们这样。对了，那咱们试试。哎，试试啊。老太后在上、哎、奴才们给您那叩头了。二位国舅，这上殿何事啊？这驸马犯罪，你当斩首，念他素日当差勤俭，立有大功，只可一赦不可一斩呐、啊。敢是与驸马爷讲情吗？不敢。太后开恩。我来问问你们，学者，当初木易出关的时候，是你们谁放的？放的那是他当差的，我休息放的。那么秦回来的那？哎呦，那是我，没他什么事。是我啊是啊啊啊！有门了！哎呦我！先斩木易，然后要你二人的脑袋。我又饶上了。想主意打救驸马爷，怎么站在这儿发呆呀？是啊，我说二位国舅嘛，公主，事到如今呐、啊，我可是一点主意都没有了。我战事则迷，二位国舅有何高见呐？不是，您这会儿没主意了，那么我请问您呢、啊？当初一日到令出关的时候，您的主意可从哪儿来的呢？是啊，当初到令啊。啊，是什么因头打谁的身上所起呢？对呀、啊、是打阿哥身上所起的。哦，打阿哥身上所起、嗯、嘿，如今要救驸马爷的主意还得从阿哥身上来。哟，打阿哥身上怎么个来法呢？是咱们有主意、啊、哎呦，您倒是快说呀。您得容我慢慢的说呀。但是有句俗话啊，姥姥家的肉疼不够，待会儿您就把心这么一横，把这小阿哥往太后怀里这么一扔，拔出宝剑来，您得抹脖子。哎，假抹假抹，您可得象征、哎、对，您就躺着地下这么一撒娇，您就说母后，您要不生驸马爷，我可也不活着了，我心死了，我上吊了，我抹脖子了。您这么一闹啊，小阿哥准得哭，老太后一心疼小的，就把驸马爷赦了。哎，对了，哦，你说什么？哎，叫我把阿哥往老太后怀里这么一扔，对，我撒泼打滚假装寻死啊、哎、那可不成。怎么要是吓着孩子可怎么好呢、啊、我呀，我可舍不得我的
儿子。哎呦，您怎么想不开呀？您舍不得小的儿，可救不了老的儿啊！哎，这话又说回来了，您要是舍了小的儿，救了老的儿，日后何愁没有小的儿呢？别胡说了。舍了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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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舍了吧。这么会儿的功夫，一天云雾散。哎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找地儿喝茶，找地儿喝茶去，喝茶去啊！咱们找地儿喝茶去。我说二位国舅啊，这边来吧。嗯，这驸马爷是射了，可我母后还在那儿生气，阿哥我接不过来，这可怎么好呢？嗨，你们娘俩谁跟谁呀？过去赔个笑脸，请个官，抹个稀泥，不就完了吗？对对 对, 对，请个安就行了。哎，请个安。妈，咱们试试。试试试试。哎，我说母后，刚才呀，是因为您不肯赦驸马爷，我一时的莽撞了。得了，这给您。房丝掉面不理儿，不成啊！公主啊，那边不成，这边您再来他一堆啊！哎、对, 对, 对，这边再来一，再来一堆。那咱们再试试，再试试。我说母后，阿娘，得了，您呐，别生气了，我们这可又给您呐。扭过脖去了，还是不成啊！哎呀，我看这个世事不过三，您中间再请一堆儿干。对，哎呦，得了，别胡支持我了，腿都酸了。哦、我说公主，您别怕腿酸呐、啊，这个请安的时候啊，您得乐着点儿。您这么一乐呢，老太后她就乐了。老太后一乐，台底下一乐，哎，得。咱们就散戏了。那这回我乐着点，乐着点，你那位都说着点，没错。我说母后，阿娘，得了，您呐，别生气了，别生气了，你把那个赏给孩儿我吧，赏下来吧，下回呀、啊，再也不敢了，不敢喽。这里谢谢了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
小心你的脑袋！行。